rice. Fried rice. Fried noodles. Pizza. Pizza. Soup.
的送的地方第二点。中文我们常说喝汤，但英文通常用 eat soup 表示把 eat soup 换的好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们中式的汤就是比较水，汤汤水水的嘛。那假如是他们那种国外那种西方那种汤都是浓的，那通常料可能也比较多，所以他们会说吃汤 ，OK 吗 ？OK， eat soup 自己写好哦。然后最后下一个 juice， 来，那柳橙汁怎么办 ？Orange juice， 我跟他苹果汁呢 ？Apple juice， OK， 下一个 coffee 就咖啡啊，不需要多说吧 ？OK， 下一个还 milk 本身是什么意思？牛奶。鸡或小鸡可作为可数名词，字尾加 s。